不到2000，想拿个3星的顶级旗舰，不要再看美版韩版的单卡机器了。但是在华强北第二商这里，直接双卡双待的万元诺特机皇，我们做批发的，每天都会拿货几百台 iPhone。除此之外，三星、华为的顶级旗舰，同样我们也在采购。毕竟有相中的兄弟是有需求的，今天新拿了一批三星顶级旗舰，三星绝唱 Note 系列。先看这个 Note 十加哈，12+256G 大内存的 2K 的超清曲面屏，还有 S Pen 的手写笔，日常使用是非常方便的，外观成色都很不错，来货是1900，直接1999出了。如果说想要最新的 Note 机皇，这里还有一台 Note 20 Ultra 一样的12+128G 大内存，更窄的边框，还有120赫兹的高刷，骁龙865 Plus 处理器也是非常够用的。新一代 S Pen 手写笔延迟更低，精度也更高，发售价过万，我们直接2999出了，便宜其实我们挣得少，千万不要质疑一个批发商的实力。